等一下开这个车子啊，去帮我四辆拉红薯，我先把货箱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清出来啊。虽然这个车子啊破了点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子在村里面的地位很高，感觉就是村里面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。这个灯还挺好看的，这个大灯还有一个透镜啊，里面近光，近光的透镜。哟，那个盘盘拿来烤烧烤都得行。狗屁，哪个拿你那个烤烧烤？我们要烤烧烤的盘盘喽。质量还好哎，厚那个铁板。脏兮兮来了，烤烧烤。哦，别动了，把那两个头子降下来。降下咋子啊？卡在哪个头啊？你真是一点都不放过。那根没，那根是好的。这个头枕只有一个嘛，两个才好看，才协调。啊，马上出发，开上我们的小宝马。坐下车子啊，土豆上来，三哥，土豆，小白，小北，哦哦，哎，狗日的不错，站在这他堵住，他想坐你前面。哎，你不等到我？这个路好烂好烂哦。你吃多了，你大路不准你要走地里面。哎，我说你吃饱很嘞。这个车子马力好大呀。他妈，你简直是有毛病了！那两大坨石头，你往那个头过？你来驾驶，要不是那儿有堆草草挡挡，怕你还把屁股入在土头嘞哦。有那个打算喽？我们快点压个崩了这些，全部装了噶？啊，装噻。你捡到，我给你抱到去。那个放边边，把我捧那个山里到中间。他妈你拉去不？拉得起。你来点点说啥子哦？他给他们拉包谷。拉到十四五袋。哎呦，要不是那盆石头在那儿挡着，我是不是开得过来？是的。要不？哪儿有团石头？你看来，他妈妈的，能去开？明明那儿也没得好几步嘛。把那团石头搬来，都可以开土土来了。他妈妈。切到不？切到。你是说直接倒大头干哈？嗯。咦，那我哪点死了？那个红色有点大哎。哎，八十点。
咬了两个哟。拿来喂猪有点可惜嘛。可惜，猪还不是要吃了吗？那你今年做红烧饼不？我做红烧饼，没见我做红烧。没好多好，婆婆们也是。在这捡木头，中午都没摘了点。好大哟，还是红红烧哦。红皮红烧说粉很多。还有一袋。不好吃。耶，这个轮胎，这个轮胎感觉都压在地下去了。刚才三卖车有好多斤，有千斤没得，那不止，管他了，压了那再说。哎呀，哟，轮胎瘪嘞，瘪了吗？你看嘛，都是瘪嘞，都快漏气了，我觉得。啊，看嘛，哪在弄雾不？是不是漏气嘞？不是漏气嘞，冬天来了有点岔气儿。哦。不管它，走。不管它呀，哈哈哈！哈，拉了屋头跟上次一样哈，只剩个钢圈。那还不可能喽，那边都有点儿。那车有点重，要慢慢摇起走，不能快呀。到了刚才都瘪了，你看嘛，那个钢圈。老三，有关系的呀？那有关系嘞，那个螺丝都落哪颗？你看那儿是哪个弄的？管他了，那边压包压弄不再说了。又像上次一样，拉了屋头剩个钢圈。小青太差了。你看嘛，我都觉得哪来弄屋不？关键是。到那个下去都不好，反正还要崩一层爆竹。不行嘞，你那个。那个路还那个。就是的。好，我回去拿个轮胎。哎呀，我先开这个车回去拿个轮子。